本集由全台猫脚印店家香港 Press Club、 马来西亚盖亚卡店以及北京卡拉河、广州废柴猫、成都分 Club 赞助播出。快点要我哟，到 Portal 买扣的快速又安全，输入代码还有折扣咯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芒果的中文版赛制排珠解说。今天来解说这一副太阳伊布，加上我们的戴欧奇西斯 Take Ten 哈，血量260，有一点点小低啦，不过还可以接受哈。第一招打自己后排的超能力宝可梦数量乘以30，再加10滴，所以说我后排全部都是超能力的话呢，我可以打160滴哦。那这一招应该用不太到啦，我们最终还是用它的 GX 哈，放10个伤害指示物在对手场上哈，你想怎么放都可以。如果我额外再多3个能量的话呢，代表说怎么样，一颗超再加任意5个能量，我可以放20个伤害指示，哇塞，就是当初这个太阳伊布 GX 的加强版嘛，对不对？它多了一个戴欧奇西斯。好，那这个的话呢，就是放有点像是铺伤的概念啦，等一下跟各位讲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第一绿牌的东西齁，绿牌神器，我们的这个基拉奇齁，翻牌组上面五张牌嘛，有圈的卡拿一张到手上，那剩下洗回去会呈现睡着的状态。好，放了我们这张小小丑，来小小丑的话也是一个铺伤的一张非常厉害的卡片齁，放四个伤害指示物在对手场上，那如果假设对方剩下三张奖励卡的时候，你可以放12个，注意是12个，哇塞，这个太屌了齁，这个真的猛到炸掉。所以说放12个，基本上很多东西都可以让你的攻击力降到你的，应该说让对方的血量降到你的打点内齁，直接可以做击杀的，所以这个放伤害就很重要了。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来奇拉蒂娜放2张，那它一样是齁，从墓地飞到你的后排的时候，可以给予对手2只后排的宝可梦各10点的伤害。那攻击招式打130，那可以放4个伤害指数在自己的场上哦。那你要放谁的话，就看情况。如果假设对方下回合杀不死你的话，那就不要放自己哦。那如果100%杀得死你，那你就放给自己吧。OK， 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乌贼王啦，进化成这个乌贼王，来一回合1只使用一次哦，从墓地捡一个基本超嘛，贴到自己1只后排的宝可梦身上，那就是贴给我们的这些看是谁，其实都 OK 齁，都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再来就是我们的梦幻放1张的话，其实也是帮忙铺伤的作用啦齁，尽量啊能铺就铺嘛。那如果你遇到那种另类的那种铺伤的话，你就稍微阻挡一下。不过梦幻现在很少出来，因为皮节已经没了齁，基本上已经没了。那还是有遇到的话，你就再把它放出来。那至于什么双弹瓦是那种铺伤流的话，基本上已经全部消失了。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来哇新卡，我们的奈克洛之马，来第一招打30点，下回可以减伤30，代表说它的血量变成160。哎，160说真的还不错哦，这个血量还不错。以小人牌来说的话，来第二招才重点哦，打100滴，如果身上有特殊能量的情况下，可以攻击力多60点，160点，加个头巾也可以打190哦，哇，好像蛮酷的感觉，对不对？好，160说真的，打个2下，对方 take a team 也会死掉，所以我觉得这张非常非常厉害。好，那宝藏放4张，不用多讲，帮忙丢掉你不需要的东西或者是超能量嘛，然后拿出一些什么乌贼王啊、好啦油啦都可以哦。来巢穴球放3张，帮忙铺场。那巢穴球基本上一开始都是拿你的小乌贼哦，好啦油。那再来的话呢，我看一下印章放1张，如果对方手牌太多，你可能需要再拼个一下下东西的话，哦，干扰一下也是 OK 的。那这基本上每副牌都会放啦。好 ，switch 放3张哦，就是怕对方有阿伯梭卢，那我们 switch 就是还是用着一下。那如果你下不来情况下 ，switch 就是很好的选择。再来就是我们的高级球放3张啦，那这副的搭配其实跟龙奈有一点点相似，不过我们是属于比较那种铺伤流的哦。那再做用我们的奈克洛之马做个打点，还不错。再来就是我们的来森林放3张，也是帮忙丢掉你的一些不要的东西以及能量哦，拿出你的基本能量，所以这个放3张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竹篮放4张，古之马3张，莉莉埃4张哈，来滑板车2张给我们的基拉奇，就算他睡着也可以免费做撤退。好，符咒放到4张，哇塞，来这个符咒哈，那芒果已经舍弃掉我们的头巾，就是想说哈，哎，不一定，其实你不一定会遇到小人牌嘛，反正我跟你讲，对方打死你哈，一样会放4个伤害指示物在对方，所以头巾多30点，那我符咒多40点，那不如我放符咒算的，反正我全部都是超能力系，那对方再多也只会有一张吹风机而已，对不对？所以说就算被吹掉一张，我还有3张，那我觉得这个无伤大雅，无伤大雅，所以放4个伤害指示物没什么太大问题。好，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回收能量新卡，如果假设他在场上
不管是被拔掉，或者是被打死，只要从场上到墓地的话，可以直接回收。但是注意你用森林丢掉，或者是用高级球丢掉的话，是没有办法回收，特别注意一下。好，那超能量七张，这个应该没什么太大问题。来跟各位解释一下就假设你看我们的伤害多少，160点哦，奈克洛兹嘛160。那我如果用点点点点点的方式把对方点到了，可能剩下点了110点，那 take team 嘛，对不对？剩160，那我们就直接把他打死也是 OK 的，好不好？好。所以说那对方的什么基拉奇拉小怪那种比较辅助类型的话呢，我们这个就非常非常的好用那这副牌的话算强还蛮强的。那如果这个的话，我是认为你的戴欧奇奇斯如果要放到他的 GX 附加效果，20颗伤害只是我觉得偏难啦，因为你放下去对方就会有警觉性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一张你放下去要保证对方下回绝对打不死你，你才会下去充能。好，这样各位懂我意思吗？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的这个回收能量不用讲，就是给我们的这个奈克洛兹嘛。好，第二招有这个特殊能量，直接打160滴。那你看，我如果我们的这个奇拉蒂娜，不一定要放3个超嘛，反正我们的这个回收能量也是可以给他用的，所以这回收能量在这一副牌非常非常的核心，也非常的重要，好不好？你最多最多只能丢一张，那剩下一张的话，你一定要贴在场上，这样懂我意思吗？好，那我们这副牌的这个太阳以及戴欧奇奇斯 Take Team 就介绍到这里啦，先进一段广告。想要买 Code 或是礼盒序号的粉丝们有福啦！现在到 Poton 网站挑选你需要的商品，确认数量后，再进入结账前右下角的优惠券，填写 Mango， 立即享有5%折扣哦。超龙电火，电加火，这个感觉像是黑白龙是吗？你看芒果的伊布，等等，这手牌，哇，这手牌有点鸟，糟糕了，想一下叠叠起手，转，好，这手牌不太好其实说真的，不过没关系，我们如果等一下有一张绿牌，基本上就起飞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忍一下，火，所以不是黑白龙咯，马夏朵。卡奇，叠叠 ，what， 所以是特喷哦，哦，所以哦，这个手牌不错哦，然后我想一下怎么做哦，来，我们先放两张这个小的乌贼王，小的好来哟，好，不过我们没有那个基拉奇，尴尬了，这给他哦，这等下被他打死无所谓啦，100滴而已，杀不死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感觉有点亏哦，对方直接给叠叠卡奇。好，莉莉爱，抽满6张而已哦。哎呀，这手牌好像不错，我想一下，好吧，就这样子吧，没事了。要帮你印章吗？不要。而且我有竹篮哦，如果我是那种等剑盾出博士的时候哦，我可能要博士之前，可能应该会印章一下对方啦。好，基拉奇应该会直接撤，应该。现在打不死，我觉得应该不会打吧，而且他4颗能量给叠叠的话，基本上等一下用这个他的什么东西啊，那个希多兰恩啊，也是可以吸能量的，我觉得还好。好，直接撤退，那 maybe 会拿个贵重球吧，然后 switch 换上来打吧，这样打我很亏耶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不过我的这个能量回收会回手，应该还好。古兹马是不是？古兹马杀好了哟，有机会哦，果然，哎呀，料事如神，可恶！我的好啦，就被这样被干掉一只了，亏。好，先派你。那我想想哦，这个情况哦，我想一下这情况哦，丢没关系，我们来张乌贼王吧，还是我想一下哦。我觉得放基拉奇好了。我想一下齁，这有点尴尬啊，各位。好，咚咚，然后这个先压。然后再丢，因为古兹马已经丢一张了，我不太想再丢了。好，贴给我们的这个奇拉蒂娜，
那我们的这个铺商的作业就准备开始了。好，打30点，那我现在血量有160点，好，160。所以说那符咒他打掉我的话，40点的话，其实我随便给都可以啦，因为反正这次应该不用给，这个马夏朵不用给。好，他这个奇多兰根打不死我，各位你看这个减伤强不强，超级强，你们看到，哇哦，所以他就算换奇多兰根上来，其实我也不怕啦，他如果撤退换奇多兰根的话，不过 maybe 他还有骨之马之类的，我在猜有可能，哦，直接撤退是不是？好，可能要来个焊接工或者是绿牌之类的吧。巢穴球应该会抓个，不知道，看一下。再张其他骑士，哇，他那么多小怪，其实芒果很优你有没有发现？吹风机，哇，好，没关系，你看他已经没有吹风机了，各位，我是不是还有三张护符？所以不用怕。那我现在血量130，好，他会吸这个马夏朵跟蝶蝶各一张，然后打我130，110而已啦，说100而已啦。好，吸上来，其他派喷火龙我比较高兴，嘿嘿，120哦，GX， What happened？ 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看继续看下去。我想一下哦，来，我想一下现在怎么做。能量有一颗是不是？看错，减30。好，没关系，反正我也打不死你。我想一下怎么做哦。这个先不要用，我想一下，这个先给你好了。哎呀，你看，我跟你讲，中文才看得懂，英文很多人看不懂。这个30啊。好，那现在就直接打啦，不然我不知道我干嘛啦。来160滴，尴尬，等一下，我就很尴尬，各位，尴尬点就是说齁，我等一下没有办法，我就杀不死他啦，其实就是没有用，没办法用符咒跳死，很浪费，我觉得太浪费了。好啦，不过没关系啦，好，直接打死是不是？然后你看我的能量会回手齁。好，那现在基拉奇先上，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应该已经完成我们的布局了齁，布局还不错，还不错。好，那下次给他，各位看一下，直接给他没问题吧。那这小丑我觉得可以先下啦，哦，符咒太好了，场地有，好，直接竹篮。我想一下哦，各位，我想一下哦，基拉奇，好，就丢基拉奇好了。然后我这只可以再出来一次，好，我一只给他，然后一只给这个基拉奇，因为我还没有芒果还没有拼到那个，我等一下我应该会死，我在猜的，我现在应该会死。因为我还没有拼到滑板车，所以我贴一颗能量给他，等一下可以做撤退。那各位懂我意思吗？好，先打。那下回我再猜我会死吧？不要，我要给他，我要给对手压力，就是130哦。如果扣的话变90滴，我觉得90滴好像有机会杀掉。滑板车刚讲完。好，那现在对方如果假设杀掉我的情况下，我应该就直接用小丑点，好不好？点死两只了，是不是？60+60会点死两只，所以刚刚芒果森林才不放，就这样子，因为放了一样被炸啊。Switch，OK，、okay, 好，那应该会 Switch 滑板车是不是？那你看，如果刚刚给自己的话，他用点点就打死我了，打100滴耶。给乌贼是聪明的选择。好，酷酷一，我想想看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120，少10滴。头巾。等一下，他的喷火龙一直都还没出来，是特喷牌吗？我们等一下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好不好？再给他一次机会，1、2、3、4、5，加酷酷一吗 ？Switch， 好，加酷酷一，厉害耶！不过他这样打死我吼，因为他知道已经握小丑了，所以等一下基本上他应该就大爆炸，我觉得啦。可他应该是卡手啦，不然没办法这样做。你们有时候卡手的时候也要自己看一下要怎么做比较好。来，这给你，我想60点是不是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60点那就给你啦，1、2、3，好，都给你。
nice， 就这样子吧。哇，芒果全部都不能用了。想一下，想一下。我觉得哈，芒果觉得哈，我觉得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哈，我觉得我这不要开了。乌，好了，小乌贼下一下好了。这个先撤退哈，因为我觉得，因为我能量想丢到墓地，然后现在再贴，然后现在这情况下呢，我觉得我可以下这一只，因为我想抽牌啊，芒果没得抽牌啊，搞什么东西啊？好，抽两张，高级球，想一下这样丢好了。乌贼王还有几张？乌贼王感觉还有一张，好丢。No， 好，我拿这张给他看好了。贴应该就赢了吧，我觉得。先贴，来一，有没有？这把很强哦，这把真的很强哦，疯狂扑伤。好、哦，扑伤其实只有天空之柱挡得住吧。来，那这个我怕炸场地，还是炸场地没差，对不对？好，给他二三四五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全部给你。好，噔噔，双杀。那等一下叠叠应该就爆炸了，好不好？我们用这个给你们看。太阳伊布 ，OK， 哎、欸，这牌蛮顺的，蛮强的，各位有没有发现？非常的酷哎、欸！好，喷火龙终于出来了，不过已经为时已晚了，我觉得。那芒果直接把两张这个吉拉奇收掉，基本上应该没解了。他现在只能靠喷火龙在前面挡，他只能这样子。我想一下，我看一下哦。六十少十滴是不是？哎呀，尴尬了 ！Oh no， 不，我、哦、直接卡奇哦，我想想，哦，直接卡，只有一张魂量哦，亏。我想一下怎么做哦。对方三张奖励卡，等一下，六少十滴啊，尴尬，少十滴耶。六啊，少十滴耶 ！Oh no， 我想一下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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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先解决掉你。六七，好、哦，先解决掉他。那剩下五十点要给谁？五十点给喷火龙吧，随便给了。因为反正等一下有 GX 就赢了嘛，他还是得打掉我啦，我觉得。好。贵重球咚咚熟咚起来，好，那他现在可能要拼个焊接工加火，哎、欸，火结晶吧。哦，焊接工丢掉了，赚。我看一下，焊接工丢几张了？哎、欸，才一张而已哦，你也太衰了吧。好，火结晶捡回来，然后直接开两百三打死。那两百三打死，基本上应该就赢了。好，再拿只基拉奇，应该没有基拉奇了吧？我都杀三只了。OK。哎呀，我假装说我手上没有那个，哎，哇，他不让我表演哦，尴尬了，不让我表演，我想一下哦，那就 GG 啦。哎呀，我想要表演拜欧奇西斯的说，好吧，全部送你，好不好？一百二，噔噔，帅不帅？各位，这副牌真的很酷啊！哦，我跟你讲，那个太阳伊布和戴奥奇西斯 Take Team 是不到紧要关头是不要出来的，好吧？因为它就是一个三张奖励，是不是？来，我们再一场，非常非常好玩的一副牌，而且我们不贵啊，真的不贵啊。OK， 来，希望他这场就不要这么卡了，好不好？好，先手我们一样空过一回合哈。来，这手牌还行呢，我觉得还行呢，不到烂呢。不过空过一回合，这个 DDI 就白用了。好，先空一回合。来，我们先抓这个。我觉得优先还是做乌贼啦，我觉得个人觉得。好，我想一下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。哦，这手刺激了，我想一下哦。先这样好了。好，我破两张乌贼应该算是赚的啦，我觉得。那他这回合我看看会卡奇还是会焊接工。
他有上一场的教训，应该是不太会再下基拉奇了，我在猜的啦。但基拉奇下太多很危险呢。来，基拉奇翻个东西，也 maybe 会翻个焊接工或者是卡奇吧。好，熔炉 OK。熔炉哦，熔炉不错啦，熔炉我至少我可以盖它、啊。我、哦、丢全部啊，全部不该丢的，我觉得全部不该丢的。手上没东西用吗？好，爹爹直接卡奇吗？还是按接工？应该是按接工吧，我在猜的。没错，那他可能会像直接杀我了，我猜他想直接上来杀我，有这个机会哦，非常大。好，再手贴一颗，然后再 switch 滑板 ，OK， 好，哇哦，你看这个是特喷最强的情况，就是后手直接130，这很猛啊，其实。哇，我刚刚想扑伤了，结果没扑成功，亏爆。想一下滑板车现在用不到，我觉得。让我想想哦，各位，因为我现在叫乌贼王好像也不太对。好，先这样子吧，至少保证他能打，好不好？至少保证他能打啦，这也算是好事啦。然后我的能量到死哪去啦？啊，糟糕了，我想一下哦。来，贴给我们的奈克洛兹嘛，打个30，至少他也打不死我嘛，是不是这样讲 ？OK， 那等一下可能要拼命看有没有那个特能的哦，回收能量，有回收能量才有办法打啦，因为他现在打不死我啊！好，再一颗火能量。直接骨之马，哇，尴尬！乌贼王 ，Oh no， 我的乌贼王亏。好吧，还好芒果刚刚有意识啦，我觉得我的两只乌贼太少了，所以我又多做一只了。好吧，打不死我，干脆不打，是不是？聪明。那我等一下如果有异兽，应该说有异兽能量的话，基本上应该就 OK 了，就稳定了，是不是这样讲？好，先上这只。我想一下哦，没有异兽能量，想一下哦，先飞回来好了。哎呦，印章哎，不错哦，骨之嘛，印章，我要印章。好，然后现在直接竹篮，有了，太好了，各位观众，我们来点刺激刺激的，我看一下墓地现在有几张能量，墓地现在一张都没有，是不是？那能量给他，然后我这个丢什么？想一下哦，丢这个，拿超，哎，1、2、3、4、5，哎，哇，我有这么多超能量在那个哦。好，各位，你看我们这副牌真的很强，你们看到马上又顺起来了。那操作的话，你们可能自己要去揣摩一下哦，因为芒果玩久了，所以我基本上应该乌贼走还不错，还不错。来160直接加刚30 190，有没有看到？结果等一下不对，我剩下20张了，结果我的符咒一张都还没出来，哎，这没道理吧？我的符咒呢？哇，尴尬了，我符咒。哎，吉克西特喷刚刚后手130已经算强了吧，对不对？好，他现在可能要拼个东东鼠吧，我是猜的啦。我马下躲到炸场地，哦，东东鼠 OK， 好。那现在焊接工加混量 ，maybe 要盖我一下那个熔炉哈。好，丢拿一张火。好，然后盖熔炉还是焊接工？直接焊接工？哦，直接焊接工是不是？
好，他现在打一可以打到200吼，拔三颗打100，可以，可他血量110耶，好少，不怕不怕，哎，这只死掉了，基本上我的这个太阳一步是不是就可以出来了？好，芒果等一下表演给你们看，好不好？芒果等一下表演给你们看，这太阳一步不错。啊，糟糕了，我忘记看我有没有那个了。哦，乱炸，真的是哦，不。一二三，哦，用他打是不是？哎，聪明呢。我想看哦，哎，这感觉好像也鹿死谁手难讲哎。想一下哦，来，现在符咒出来，对不对？符咒出来的情况下，我想一下怎么丢。哇，怎么丢都不对。我们先看拿什么 ，Switch 古芝麻。想一下哦。古芝麻，要哭啊！我小手怎么在奖励啊？哭啊！哎呦，嗯，想一下、哦。哎，真的哭哎！想一下哦，怎么做比较好？所以古芝麻得用嘛。哎，这太这芒果，对不起，芒果刚刚没有检查啊，太白痴了，真的太白痴了，居然不检查，怪谁呢？那我想一下哈、哦，剩60。好，160。啊，真的是哦，啊，我小手在奖励，不然刚刚我想要开点的说，亏，我只能说真的亏，亏爆了 ，Oh my god！ 剩两张奖励，我在想要怎么拿呢？其实我在想要怎么拿比较快，想一下哦，怎么拿比较快？好像两只打不掉哎，因为我的奈克洛芝麻是最后一只了。而且我没有头巾，我想想看怎么打。我想一下怎么打哦。右骨芝麻，哎，对，这只不打就危险啦。应该是不会骨芝麻，我在猜的。好，芒果想一下怎么打哦。110+60，170，170，170，哇，少十滴不行。怎么打都少。我想一下，来，我如果有骨芝麻，我就赢了啦。130，170，不对，不行，不够。有骨芝麻就赢，要不要拼嘛？要拼骨芝麻吗？你们觉得嘞？不行。想一下，想一下，想一下，让我想一下。就点错了，哎，不能回溯哦，好烂哦！那都给你了，好，派你了。他不可能 double kill 啦，所以我觉得应该还好。想一下怎么打哦，因为我的符咒一开始都没出来，我觉得很尴尬，这一点真的很尴尬。然后我这只带这个不能出来，我这只不能出来，太危险了，真的太危险了。我出来被打掉，这绝对不行。我的乌贼王还有一张，好，这只可以先下。其实那只不用下，我觉得。哦，符咒来了，焊接，莉莉爱。好，就这样子吧，各位。
给自己。这场比较刺激哦，他完全不派喷火龙哎，喷火龙毕竟三张奖励太伤了啦，合理合理。然后芒果的骨之马到现在还没出现，奇怪。哇，水莲马好聪明，这个真的聪明。想一下怎么打。印章，好，来吧，孩子，怎么打？绳子啊，我想一下哦，当然是他，因为他不想让我符咒跳了，非常的合理。想一下哦，因为我现在打不掉他，对不对？哎，这绳子放得很好哎，绳子放得很好，我想一下怎么打哦。他才170，170怎么样我都打不死，所以说我现在针对他的叠叠的话呢，用叠叠打打得死的话，我只要一张，我只要一张的就赢了，好，一张骨之马我就赢了，来吧，骨之马吧，好不好？真祈求祈祷骨之马，骨之马，哎没有，有有有有有有，最后一张，好，叽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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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叽，哎呀，我太阳一步都没有表现到给你们看，可惜了。好，那各位应该会打了吧？我觉得这副牌非常的强，哦，我觉得很强，因为毕竟算是小人牌，哦，算小人牌。那我觉得你们可以放一张拉蒂欧斯，哦，就是防对方的三神，哦，那如果三神真的蹦出来的情况下，他只要杀你三只你就输了，哦，那这副牌芒果没有放就是故意的，因为我就是要让你们听到最后，我有讲这句话，对不对？可以放哥哥哦，我猜下面应该会有人留言说，诶，为什么不放哥哥呢？要不要放哥哥啊？我刚才一定有人留言，信不信？好啦，那我们今天就介绍到这里啦，我是常年住在非洲的芒果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喜欢芒果的影片请按赞，想知道更多 PPCG 欢迎订阅频道，小铃铛开起来追踪直播，芒果最新动态都在我的粉丝页及 IG， 我们下次见。